我唔係做明星，我唔係做歌星嘛，我唔係想咁樣，我想簡簡單單嚇做一個普通人，係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樣。個靈感係出自我嫲嫲、我奶奶嗰期嘅小跳豆兒童雜誌，咁就係寫夏天，咁我就諗到夏日熱辣辣啦。我嫲嫲嗰陣時喺醫院需要照顧啦，咁就需要嗰時冬天係需要好熱嘅水去清潔身體啦，就覺得唔好戴手套服侍會好啲。每一次我嫲嫲話好舒服啊，好舒服，咁我就覺得令到佢好開心，我就好開心，所以我越嚟就越教到啲水好熱咧。咁嗰陣時我就話個心就話熱辣辣、熱辣辣、熱辣辣，真係好熱好熱。5年前，由福头老师主唱嘅儿歌《夏日热辣辣》，网上爆红，令佢受到唔少网民评论，唔敢再随便唱。今年10月，佢竟然出山，同环保触角推出无冷气版。我系热辣辣，即系好热好热嘅 icon。而呢件事可能系我做得到，可以引起多啲人注意，减少浪费。咁我觉得真系好有意思，我义不容辞啦，咁就应承咗。无冷气嘅，我哋一齐嚟开少啲冷气，用少啲电，一齐减少浪费。再次俾人留意，再次俾人注意。初期都擔心嘅，我係拱佢出去嗰個。既然咁有意義，你又有呢個號召力嘅時候，點解唔出嚟再豁出去響應支持環保呢？跟住佢仲要教埋我喎，係要熱辣辣咧，要做翻嗰個動作，一係唔幫，一幫要幫到底。咁咧，我突然間就變咗好似好多人認識我咁樣啦。咁所以之後咧，好多人都會邀請我去做一啲可能係關於娛樂嘅嘢啦。有揾我開演唱會啦，因為我樣似麥玲玲師傅啦。咁跟住有人就請我拍減肥廣告啦，因為話我嘅形象好喎，好多人接受。我初初有少少心動，我成日都講啦，我真係有意義嘅，唔要錢。有意義嘅我乜都做，冇意義嘅你俾幾多錢我都唔中意做。唔係太多人知，福圖老師喺26年前開始教音樂同埋編寫音樂書，作品多達幾百首，亦都攞過兒歌音樂獎。佢工作再忙都會做義工，免費教琴，去婚禮或者喪禮免費唱歌。經過夏熱辣辣呢個 rock， 我能夠同青年人有一個橋梁啊，喺音樂裏邊我哋溝通到。音樂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。簡單就是美，活得輕鬆自由，放慢節奏來感覺喜悠。簡單就是美，若知足即擁有，這快樂節奏令心花開得透。這就是美，相信自己，心会在飞，此刻会在飞，有与没有，非快乐的理由，别计较，别占有，是永远的拥有。简单就是美，活得轻松自由，放慢节奏来感觉喜与忧。简单就是美，若知足即擁有，這快樂節奏令心花開得透。這快樂節奏令心花開得透。全新吉吉街隊伍已經準備就緒，想睇最新科技資訊，即嚟吉吉街 Facebook page。